佛教圣地，本次的内容出自于上座部佛教百科，连结会放在资讯栏。佛教圣地一般指四大圣地，在经藏藏部十六经大波涅盘经记载，因为经典较长，原文也会放在资讯栏。在这里注意一下，这个大波涅盘经是属于巴利三藏的大波涅盘经，跟北传的大波涅盘经是不同的。里面指出跋涉去朝礼这些圣机者，于身坏命中后，当生于善趣乃至天界，哪四处呢？一、轮毕尼，佛陀出生处；二、鹿野苑，佛陀转无上法轮处；三、菩提迦耶，佛陀觉悟成正智觉处；四、古希那拉，佛陀入波涅盘处。后来阿守喀王再加上四处圣地，以纪念佛陀的圣迹，分别是：一、王舍城的竹林金舍和灵鹫山；二、瓦沙提的杰达林园金舍；三、韦沙提，佛陀宣说将波涅盘之地；四、桑喀沙，传说佛陀在33天讲完阿毗达摩，从天界降落人间处。故佛教圣地有时又指八大圣地。以上就是佛教圣地，喜欢的话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收看。